在这个舞台上唱情歌的男人也不少了，但你今天的这一曲吧，让我们感觉穿越了生死，意义就不一般了。我感觉这不是歌啊，这是你给他的心意。谢谢。听说你还会变魔术，我们倒是要看看什么魔术能够让他哈哈大笑，好吧？好的。来，魔术是真实的魔术哈，碗是剧组给准备的，连筷子看一看有没有什么问题啊。戏法啊，古彩戏法，对，三千归洞。在这个场上，古彩戏法已经是第三次了，是吗？所以我们还能看个究竟，是吗？对，但来，我们能不能随时叫停？可以，可以，啊、看好了，碗看好了，慢慢来，看我扣一个，你说停我就停哈。啊，我没叫停，没叫停，拿起来一个，说走，停，错，进去，哎，啊、来吧，哎，来吧，哎，来。可以翻吗？可以翻。先说第几个？两个嘛，这不是进去了一个？两个。看好了，是不是？然后把它盖上。看好了，这个拿起来，说走，啪，来再开，你再看，别别看我。是不是很神奇？他一点都不亚于那些专业变魔术，比他们我觉得更牛。为什么？真的，他的球还大，我的球还大，对，而且很干净。这个这样吧，这样吧，这样吧，这个还没有，这样吧。这还不算完，这样，我不动球，你们来做。你扣一个。扣一个。还扣一个。拿起这个来说走。在哪里？那边有两个，这边有一个。过来，你接这个吧，再别说了，再说又糊涂了。你接一个看看。啊，就一个过来了。是不是？两个过来了。那里面有几个？再接这个。这边一个。是不是一个？这个再扣上，说过去，这有一个。那边有几个？两个。两个。对，这不就两个了吗？对了。真的是两个。说话好快。完全。好，各就各位。好，好，谢谢大家。看出来了，歌也好，还有刚才所表演的魔术，没有一个是业余水平，足以证明这位丈夫对于所有的事情都非常的专注，每一件事情都认真的做好，才会有长足的幸福。那么今天有关于这对夫妻的故事我们也听了，妻子的心愿我们也了解了，我们大家谈谈自己的想法来。我觉得特别感动，我刚才看的都热泪盈眶，我觉得在你们身上我看到了真是跨越生死的爱情。我也特别想送你们一个小小的礼物，希望你们能够接受。我们迎朗文化有一个战略合作伙伴叫八月照相馆，是北京非常高端的一家婚纱摄影，不知道你们愿不愿意通过八月照相馆的相机的镜头帮你们留住这最美的一刻。谢谢。嗯，谢谢。在所有的讲述包括你们的表现当中，我们丝毫看不到你们曾经遇到的那些困难以及现在面临的困难，一定是有，而且是很大的困难。因为你为了治疗太太的病放弃了生意，而现在太太一定是没有什么收入来源，这个家庭的重担都在你们身上，怎么去解决？那么这几年一直是靠以前的那些一点积蓄吃老本吗？对，维持。那么现在呢，前两年前我又弄了一个小小的这个音乐工作室。就我喜欢这个东西嘛，太太也非常支持，但是呢这方面也没有什么收入，说实话啊，想从这方面来搞收入的话是很难很难的。明白了，那我想到两种方式可以帮到你们这幸福的家庭。第一个呢，就是尽量多的给你们提供一些演出的机会。对，因为我另外一个身份是华谊嘉信集团的副总裁，因为我们做很多的线下活动商业演出，我们是可以邀请你过来的。好吗？谢谢谢谢。当然是有费用的啊。第二一点呢，就是达令 APP 愿意帮助你们去进行你的小事业，而这小事业一定跟你的才艺跟你实际的状况是相匹配的，创业的启动资金我们来负责，好吗？谢谢，希望你们幸福下去。谢谢，谢谢。OK， 好的。那么你妻子今天的心愿是希望你能够在这个舞台上演绎自己的原创歌曲，那接下来我们就洗耳恭听。好的，好吗？好的，来。接下来是我自己一首原创歌曲，那么这首歌的歌词是我和我们威海的一位老大姐叫林红，我们俩共同创作的，作曲是我自己，那么接下来我为大家演唱《中国人》。
局我混，得行天下济苍生，最为中国人，中国人有担当，中国人最成真，中国人爱国又爱家，兴邦为己任。今天的庭演已经达成，我们非常愿意祝福你们俩长长久久，健健康康，幸幸福福。谢谢你，谢谢，谢谢，谢谢你，再见。手牵手向前走，在李素成的歌声中，吴亚平战胜了病魔，奇迹般恢复了健康。愿歌声能够让他们创造更多的奇迹，幸福生活。